诗说：古之学者必有诗，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诗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问道也，故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生乎吾后，其问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父。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。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嗟乎！师道之不存也久矣，欲人之无惑也难矣。古之圣人，其出人也远矣，又且从师而问焉。今之众人，其下圣人也亦远矣，而耻学于斯。是故圣亦圣，愚亦愚。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愚人之所以为愚，其皆出于此乎？爱其子，则师而教之；于其身也，则耻师焉。惑矣！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，非吾所谓传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思然，或否然。小学而大为，吾未见其明也。无衣恶师，白公之人不耻而相师。士大夫之族，若师若弟子云者，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，则曰：彼与彼，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位卑则卒修，官盛则近愚。呜呼！师道之不服，可知矣。无衣恶师，白公之人，君子不耻。今其志，乃反不能及。其可怪也与？圣人无上师，孔子师郯子，长宏师商，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言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言于弟子。问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李氏子凡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艺经传，皆通杂之。不拘于时，学于儒，儒家其能行古道，作诗说以贻之。